殊从今日乃至明终，皈依佛道，两脚顶尊；皈依淡摩，礼乐顶尊；皈依精舍，住众顶尊。阿、啊、下雷尊念我地主妙音，殊从今日乃至明终，皈依佛道。 两足中尊，皈依檀摩；二药中尊，皈依精伽；自将中尊，阿舍雷尊念。我弟子妙音，是将今日乃至明尊，皈依佛道；两足中尊，皈依檀摩；二药中尊，皈依精伽。 注中精准，加看大进口，主第九把控高压，第一行开始，都对心理如灌输和敬。 讲看经文，世间人民，五祖兄弟夫妇亲属，东向敬爱，母向敬节，有母相通，母的贪小，言色相和，目相为类。 这个高古的经文非常重要，确实是言简意赅，言无不尽，真简单。 意思呢是非常的圆满，做人来做到啊这款呢，这就是标准的贤男子、贤女人。啊，福德即个家人，福德地主，无论是在家出家。 男女老少，我嘛应该遵守。陶情的底谷，甲世间人全部包裹在其中，作为人民。下面呢，要亲诶，所要近诶，哼。 父子、兄弟、夫妇，这是亲。亲属呢，这条有较远咯，那应该如何相处？里面六句二十四字。 咱看阿念乐的注解，右边诶这段经文，观过四林，清观之间，应当何经？为何？也就是完结中国的。 言句内面啊，有这款的讲法啦，唔是冤家不聚头，这个话什么意思呢？内面呢含义显示出来，出来人相处，确确实实有袂好诶。 未好嘅家庭是未兴旺，一家人顶下好顺。古人讲呀，家和万事兴即、这个家庭一定会兴旺，一定会发达。看即个家庭是毋是有监督，管到诶人。 心念相亲相爱，是不是好不好相处呢？对对家来看，女主。 兄弟，夫妇，这是五伦；父子、夫妻，兄弟、五叔，这、就是中友有；夫妇、五别。那进修呢？ 有情有供给咯，啊，包括你个家族、同龄、你个下属、厝内面、车内用人、一开人。 这是下雪。第二个时师尊，这是、个、大家族帮忙的人作罪，可能有二三十个人。啊，因为这个家庭普通家庭大概拢嘛有两三百人。 所以讲，二十三帮忙咧是真正常的现象。拢得爱，互相敬爱，若毋通有争婚，毋通有嫉妒。 暗通五班又不相通。这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生活财污，来评定，哎，这孤独。 个人有个人的身份，个人有个人的义务，有个人的职责。大家庭是社会的生活。中国这个国家，这个民族会团，会当传。 几千年，几千年，佫存在。世界上四个古文明，其他三个拢消失了，无去了。中国啊，抑佫伫诶，为什么？中国人啊，了解。 地家之道，地家甲帝国是共款，只是范围大小无共，所以会向地家诶人都会帝国。安尼是咱都会去体会着，中国诶家对社会。 对国家民族，乃至对整个世界做出最大的贡献。只要每一个人的家拢伫好，社会就安定咯，天下就太平咯。也都是上帝救安之事 人民生活幸福美满。啊，第中国历史看到真多咯。外国嘅历史上是无诶啊，啊，国较强大。 拢有政观代理，啊！无中共遮尔啊和谐，什么原因呢？有用啊，中国人对细汉着个教，个教伊着爱爱家族，个爱爸母即种诶爱。 来扩大到家族，知影讲家己生来到即个家庭来，是要为一个人无幸福，为即个人做出贡献，毋是为个人。啊，家是一个人一生，所以他的信赖会靠山。 啊，离开家庭去外面工作拄着困难，家著是你诶忠实诶支持者，厝内会派人去帮助你，厝内会送钱帮助你，啊，成就你诶事业。这事业只要是有利有。 国家社会唔是自私自利，这点是真难得啊！这是伦理道德的教育，人人拢爱了解啊！清官之干。 阿、啊、亲是互助兄弟姐妹，互互最亲。关系是咱的亲情。阿、啊、亲家来宾有来过，即别，就是来。 古伊呢？这是我老母迄边呢，老阿兄弟姊妹、老伯兄弟姊妹，拢是属于叫做亲属。可见是这家族嘅范围真大，延伸到母系。 一个人要团结啊，一个人,爱爱人爱的爱啊，互相敬爱。啊。一个人要相处的和睦，功课教育，对细汉甲伊教好，大人一生做榜样。 哦，有零看，哦，还一直在看。啊，世世代代拢嘛是安尼做，只要讲做个真认真，这个家庭都会失败。世世拢会兴旺，那那疏忽咯，问题就出来咯，可能会做到家破人亡。柠檬 啊，敬爱者之恭敬加尊爱。正直呢，是指啊，正恶加正道。那正恶是甚么？土野啦。即个第一家大问啊，我经常讲啊，真好。 爸母和子女的关系，啊，或者经常跟咱讲，这个关系有四种：有温呢，有怨呢，好者还一者，你共麻烦不 啊，不完的呢，给起你伤海伊，是不至你个台戏，多少属于财产。你这谁来领导来做你的儿孙，你毋知影？到伊大汉的时阵，伊要甲领导毁掉，不仇吗？ 就来创一个。啊，那是来报温呢，这个囡仔，佮佮你对伊真好，你别帮助伊啊，求伊啊。决定是孝子贤孙。若是来报温呢，对细汉囡仔性格都无好叛逆，无要听话。有、哦、福的人会知影。 看即、这个情形，著知影啦，要按怎去甲教啦。对于即个叛逆诶，特别著爱爱好伊，爱试温，慢慢回忆啊，体会著感恩。啊，虽然来报仇，唯恐有真大诶灾难。 这代志啦，历经深，输了心复杂，所以出来即跌啊！世世代代。啊，孔子诶。 伊外公，你老母诶老爸，你人有智慧？啊，看着空家五代，五代，从古从五代拢嘛积德，首先积德好人，一对断定讲。 即个厝内人将来出人才，个伊诶查某囝嫁互伊，嫁互孔子诶老爸，是孔子。即、这个话讲有第一回啊，一定啊，著是积德行善之家，后代著会好啊。 无看毋到，毋是讲看到即个人，因兜啊富贵，毋是看即、这个，看伊是毋是世世代代是好人，但若修仙，即讲德的来看即、这个，后代肯定会兴旺。 啊，咱细心观察，慢慢的体会到啊。啊，上惊的都是惊正直，厝内人心不平，伫后面互相伫批评，即著毋好啊。即是著在拜蒙诶现象。 这就是家业败亡诶现象。那现在诶团体、社团，都是亲像较早大家庭，领导,导、领导啊，那像是父母。工作人员都是下地基辈。那亲像咱这个团体嘛，有真像义工，这个、团体。 逐家讲经，逐家教学，那我就会讲，应该所有诶即些人员，逐家拢咧上课，那会讲没希望的道理呢？啊，若是讲，我是来做义工诶，我毋是来听课，想要休息下学，不一定是真学。 啊，真正甲佛法啦，创清楚、创明逼，才知影讲什么是真正诶福报。啊，伫即个做义工，福啊受一点仔福，往往靠那无尽心，批评即个人，批评迄个人，你对谁内底就老去咯，讲作拢走去咯，甚至也过会做真正做作业。 顶多咯，做我咯。国家嘛是安尼，国家甲联合国啊嘛是安尼。无论什么团体，无论即个六句话，一定都爱啊记条诶，哎呀，依教奉行，就是同乡敬爱，互相敬节。 有无相通？啊，我有别人有欠款，我爱帮助伊，这就是爱报施啊，人当生啊？所以下面说的不贪小，无贪婪啊。啊，因为 性是咱的容貌，性得爱温和，另外流乱。啊，上惊呢是味蕾，都、就是加加后啊有议论，有不明，上惊都是即、这个。 啊！互相尊敬，哎，互相尊爱，那、啊、相主下爱。领导人要有尊卑，比领导人要爱敬，啊，无骄恶，无嫉妒。 有无相同？相东是之财物，因为我是所有这边之所有，伊欠缺的我真多，我应该爱护伊？颜色、眼骨甲面色、归类、为是白热，类似观熊。 会所内面讲咯，医生下去，伊啊是欢喜啊，也不为泪，温良恭谦，面不边促，边促是优怒优怒。 一无欢喜，面表现出真歹看。这下拢嘛是咧讲相好，高低言谢相都是经典书讲的，和然爱故啊。这个爱就是非常关心你，爱何以啊？即只意思。 有过错，就必须教诲你，这拢是爱护啊！啊，这个教诲经文更好，非常重要。 文殊无罪，每一个人拢认同诶学习，啊，也甲伊做出来。下面一段，我甲咱讲，若有经济，这个。 团体呢，每场拢有万分，拢有不平，即出问题啊！如心境生怨啦，请看经文，一时心境有所愤怒，有些转角即成大怨。 世间之事，景象繁海，虽不临时，而应接相铺。<noise> 头前困难的，而无行家；这段是为敬古人，为何被诛心？ 大海啊！即、这个大海可能无得今世。来生又是会拄着。啊！即款代志呢？中国外国历史内面记载真多。 那欢迎还是什么战争啊？一种的万婚必须都要甲对方消灭，对方无错是消灭咯，也万婚噶未化解呢？未当啊，清清细细都嘛未当，迄就变做形形色色。 弯弯胸脯，也不完而无了，足惊人呀、啊！一时心惊，惊同坐。 无言而变的这个情啊，来一切景的音义解释做熊熊的都是争变是会，那所相啊。 话说内底讲啊，真好。人情平时虽无愤愤，为敬不争，不时斗争过文啦、啊，一时，你毋知虾米时阵，两个人无欢喜。 心内都有万分咯，那万分不平，就想要报复，也互相矛盾都生起来咯。今日若是无化解，

偏袒就会造成万分啦、啊，更卡真诶万分，但一定都要秉功来断定，何能秉落而获，这这话解啊。最重要是。 教育啊，啊，教育都要非常认真，毋温存有这代志发生，就是教育嘅功能啊。啊，发生咯，要安怎咧？甲调解呢？无发生诶时阵，如何来防范伊未发生？ 这个重要啊！啊，所以我论，我想思为不的，来听听来讲啊，来不断来讲啊，一边一边,这边来讲啊，为什么呢？ 在大众当中，不定什么时阵，有人去万分咯，你去斗争咯。啊，逐家听久有，当时有一点仔万分，一日听哎妈呀，刷、啊、去咯，伊就自然会化解啊。啊，叫做世界，毋捌听讲，都有人有万分。 啊，多一个人甲多一个人有摩擦咯，迄、那个世界就袂当叫静落咯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的讲经无中端啊，这点咱来知影。人是教会好诶啊，无厝哎呀，逐工甲教。 来定定甲无甲可能遇到问题咯。伊你啊内啊内底有烦恼诶经济，有不善诶经济，这物件现行咯，伊家己袂当啊做主，心思都歹咯。 只人心歹了，一路偏见，一路瞎见，家己也未满意，要去挑拨是非。哦，这团体内底三心对立斗争，尽权夺利啊，这害了。 必须在各个每一节当中诶，聚焦、上落、带性、带真像孔子。你看，学生对老师的评价呢？我们老师都有一番好处。 啊，新讲出即五项代志，这孔子诶日常生活啦、啊，温良恭谦让，老师著讲，样啊，学生都回乡的咯。啊，孔子诶生活咧，表现咧，温和啊。

这欠欠量，啊，所以因刀呢，断了两千五百年，等个现代。 会搁再演落去背，著、就是爱靠因即代的人,真感我共人真正干活甲阮温良恭谦让，认真做教，伊诶家抑搁会搁传落去。 空间即待，我无熟悉，顶一待空的行，老先生就教我珍惜了。 那在你的台湾差，台湾有一个煤矿大王李建兴，这个、老先生是读儒书的，对孔子非常尊敬，所以孔德成先生常常去因家去做人客。 伊啊，是一个企业家，孔德成老师欠款拢是帮助，有钱啊，会帮助伊啊。啊，李先生，诶，后生心布，拢是虔诚诶佛教徒，听话讲经，做我甲应真实。 啊！有几落摆伫咧？因兜甲孔先生斗阵食饭。啊，我伫因兜内做讲解经，大开始有一年我的时间，因兜有一个大厅，大概通坐一百个人。迄个时阵。 我无道场，讲经拢是去租人诶厝，借人诶厝。啊，李建兴即个后生媳妇，甲韩馆长私交拢袂歹，所以就借因兜诶厝来讲经。我係老师，里边老技师。 哎，几乎一生，个孔先生，孔先生迄个时阵是风书官，啊，伊有即个风书官妇，李老师是诶，主任秘书，即、这个风书官妇咧是属于行政院诶。 是部级诶，级诶拢甲部长共款诶。这伫迄个时代对孔子的这個后代非常尊重，现在拢无咯，同时官府嘛取消咯。 啊，大概要恢复即个地位是不容易咯。那、啊、以后呢？公开社会地位无咯，要靠家己，我混多强。 啊，即、这个风俗歌也是世袭的，到功德行这代是最后一代咯。哇，感觉真正遗憾啊！啊，政府应当著爱保留，即、这个保留象征民族诶精神啊，象征中国人。 老师诶，诶，敬啊，尊师重道，伊代表老师啊。中国人有书读是不忘父母。中国人诶，孔庙每一年最孔是书多啊，那、啊、书多代表敬。 这一座代表好。中国立国嘅精神，号称尊师，这是非常有意义嘅一项好事啊！那必须得，中国人都去讲，真正回头，尊重老祖宗嘅教诲咯。 无强调有人体会体仪恢复公主伫历史上诶地位，啊！伊代表中国人对老师诶恩德，永远袂叫袂记哩啊！ 代表速度啊！难看两老的注解，会说来对讲呢。这个鬼古话是真嘞，我相信咱每一人。 拢嘛拄着，甚至发生这些假结现象，一时不去想多有正常之心，拄着不平，我最先拄着。 难、啊、关照生咯，伊对我有问题啊！我伫最困难时阵，若毋是讲因你一家人来帮助我，无可能有今仔日。你迄时阵我面着困境，即、这个。 听老和尚的话，把钢筋教他放弃，去做经参佛事。老和尚跟我讲，经参佛事是咱个佛家的本事啊，但靠这吃饭，钢筋教还是无会共用。 人生我要安怎呢？这都是逼着我，一定要爱个大众弄赶快，没什么特别。这不是我尽完了。啊，那是不听，不听就去反说啊。 然后这款绝境咯，韩馆长也是我的听众，啊，伊知影了，问题这严重要安怎呢？啊，因到去厝嘛无讲斤大间，是一栋小别墅，独立的，这两层楼的。 因为夫妻两个人，生两个后生，还有一个查某囝。查某囝虽然出嫁，离袂开妈妈。当中大做会，查某囝还生一个囡仔，一外孙所以这个很一个人嘛，足劳力嘞。老天还有只帮工，空的，伊就问阿公：，锻炼到会用哩袂？ 我有去看者，佮足清气诶！我著带伊到镇去台中去见李老师，甲我诶情形，甲李老师做详细报告。现在有这缘分，因要甲我照顾。李老师讲好啊，老师同意咯。 这款就带因啊，无想到讲一个带就十七年啊，十七年了后，阮只有一个小道场，第经历华中视听图书馆，有一小所在，无大，只有五十平。 用图书馆的名义，伫迄时阵，美国的两位同学找我，希望我去美国去讲经，啊，言无声息。我对美国无了解啊。 家己钢筋基础，也搁毋是讲真正稳固。伫台湾，李老师在说，有问题定定去甲请教。去美国无真方便，啊，我都惋惜咯。啊，印度、土耳其，那钢会当有落伤。 甲即个录像带摕去上映会用哩袂？我讲我无即设备，因就真发心送两万块美金。我伫咧日本咧，就买一套即个机器，所以图书馆就变做视听图书馆。阮就创录像、创录音是最早诶一个，是一款原因。 美国诶华侨人才诶设备，啊，我诶讲紧著是录像现场录像，即录像寄去美国，我拢无保留啊，是甲因做诶啊，即、这个开端啊。 我啊，家己一生诶读书人啊，不爱管代志，管代志就麻烦诶。读书较自在啊，所以图书馆建立，请韩英吉书做馆长，管书、管人、管钱，伊一个人包办。 啊，所以讲大家拢知影，我无咧管人，无管事，无管钱，即叫三不管。那、啊、即、这个赌场呢，是什方关注的啊？啊，伊家己嘛有提一寡钱，在登记的时阵。 是用伊诶名去登记产权，但伊计新咯，计新进前，甲我讲过几落摆，想要组织一个党书会，来啊，管理道场诶即个财务，哇，无咧着急啊，我讲等你若病好则来讲，无想讲一个破病着未好，即代志都无做。 那天、啊、后，因后生听别人诶挑拨，啊，即、这个我知呀，得把人诶话，每家即个财产收断去，啊，迄我都出机啊。 有四十外人，想要找律师用法律来解决，是会用的。阮是有立场的啊，但是在都理想讲是未用哩。来照我三十年，我今仔来成就就是一修大功德。 我讲咱绝对毋通去法庭，学胡的去法庭的叫见笑。毋是讲我无面子，新加坡毛里胡的无面子啊！逐工咧讲啊，放下放下，要搁买钱财产，即变什么话呢？所以我一直拢嘛伫咧主动啊。迄个时阵拄拄啊，即起娘娘。 这两礼拜，因为想要发动，我讲袂用呢。至少著爱四十九天，希望平平安安呢。念四十九天诶佛，甲伊啊做超多的佛事。四十九天以后则来讲。呀，四十九天已经够了。我各甲大家要求延长一百天好无？ 叫爸，你再搁讲，到一百天，我去要求大家一年好无？到一年了，大家心平气和咯。无遐尔急躁，无遐着急。我甲大家讲，天无绝人之路啊！人要有德义啊，啊，低温不温啊。 啊！因后生要挃全部财产拢送互伊啊？无去通讲。美国我冇建一个道场，嘛全部拢互因后生报伊照顾我三十年诶，恩德啊！毋管伊是安怎讲我，批评我什么，我一句话都袂应你。我低温报恩，只知影恩啊，毋知影怨啦。 我离开台湾，这是计起种历史啊！离开台湾了后，去新加坡，底迄时阵著拄着奥基斯甲我帮忙。伊若是要帮忙，我伫新加坡嘛袂当立足啊！我伫咧欧洲建立赌场，伊嘛摕袂少钱。 啊，伫迄当时，因为我言无咧化缘，无募捐，所以知影人著无做，经济也无真富裕。那我一当伫在新加坡住三年半，也、啊、毋是容易代志。啊，亲朋你不管照顾。 啊！以后新加坡道场的嘛，内部变化，经常讲的啊，你无管技术，听信谣言，对外态度冷淡咯，冷淡咱个赶紧走啊。 为什么以后倘好见面呢？难变个以后，歹意思见面。这个恩德，我是永远袂叫袂记的啊。所以，伊听信谣言，讲我一寡话，我从来袂讲一句不善的代志。我只赞叹伊好个所在，伊照顾个所在，其他啊，我一句话拢嘛袂讲。 叫做年咯，为甚物呢？父这话我会记呢，我决定袂甲人去斗争。即有即款现象呢，我马上就退步，无转啦。 啊，甚至讲伫大陆上业有一挂人以为我啊，去新加坡，因啊对技术人也是同款的强用，我都无讲一句话啊。只是讲去新加坡看到外诶人，伊知影，知影我无伫新加坡咯，离开咯。 我即些诶路，经常拢有啊。若无听经典上诶劝告咧，我嘛是甲一般人，甲人去争。因呢，迄、那个甲学佛也是完全都上为背咯。学佛人哪会使去争呢？ 那钱财啦、财产，伊要得何伊啊？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绝对去、啊、都不去烧钱。一生都无见这个赌场诶念头，最容易过优渥诶生活。若即摆来到香港。 是菩萨安排啊！我顶年老技术，是我头一摆来香港，这熟悉老东修，准你也过身咯。啊，交代伊诶夫人，六横原是伊家己咧住诶所在。 一定要送我啦，供养我。希望我伫香港长期来住。我知影这是佛菩萨在安排。我有去看，我真欢喜这所在，宁静啊，比这所在搁较宁静。呀、啊，听袂着人的声音。 嘛听未到车诶声音。住在虽然我无大，细细一间厝啊，两三人来住非常合适。 我著想讲晚年啊，都伫遮来长期来住咯。也毋过咧，即整个世界社会无安定诶现象。 愈来是啊，愈严重。互花想着，荷花，荷花太多我无遐多诶福报。啊，荷花的星团，荷花烟续来办教育。 这是年前，那时候你讲，嗯，老师我提醒我看哪时要过兴旺起来，一定啊会好，丛林最多，都是啊办大学啊。 啊！我有即个心，无言嘛，无福报，伊伫个晚年就拄着。你妈了说啊，老给首相支持。你迄边呢？有办一个汉学院。 培养如色多叶啊，寄生林。那、啊、去年没想到，啊較有啊、那苏联人靠结缘咯，去因那边访问交流，刚经一个月，非常欢喜。 啊！总统建议办复校大学，办中教大学，总统全力支持啊！啊，我家注重东海的用，传播管出来。 啊！佛教大海诶，预算呢是一千五百万美金。哇，即边穷游，换做美金一千五百万，全部拢捐互因。现在大概资金已经是无问题咯。我啊知我有真侪人。 主动关心，要纪念咧好好记起来咯。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，佛教甲中国有家己的一套，一套物件足好诶。 我个目睭啊，边啊，我以后都无咯。毋过是我想欲甲伊啊，甲传落去啊。我至少嘛爱加几个人，加出真正有成就咯。我逐个看下传统诶方法。 这个方法就是开智慧，应该得顶引定应该开慧，智慧开了，开智慧就是明心建性，建性成佛了。老祖宗这套方法，不是要求知识，是要求智慧，不是向外求，是向内求。 渣泥，李老师办泥办这类电研究班呐、啊，就个学生八个拢那是大学毕业咧，真正发生咩误会？这班办四年，八个学期，我遐有教一年。 迄个时阵啊，陪学生六个老师啊,親親孤個啊，那就像高情法师他给这个课。我那时阵用的方法就是中国传统的方法啊，学生。 有家真辛苦，像我迄时阵咧教金光经，啊上课指定作业，金门对什么所在到有什么所在，我家伊编一个金光经讲伊即本，对本都、就是。 因恭敬讲义，讲美容技术编诶。啊，我伊重要部分提出来，所以啊，就做即个简单诶这本我诶教材，然后用我即个功能参考讲义原文写讲句。 啊，一小时实际上是五十分钟，啊，写偌侪的讲古呢？啊，写八千字啊，考古文学啊。啊，所以讲有我即门课只有两个学生选我即门课，其他拢旁听。即、这个两小时，每一个人啦、啊、讲一小时。 讲互我听，最后十分钟我来做讲评。我是安尼教诶，学期内对都有。教诶，人真轻松，学诶人是真辛苦，但是你真正有受用。这教学啊，我家里要安怎学？毋是我讲互你听，毋是讲学，是教学。 迄个尽管即老师，包括李老师在内，我即方块的因拢无用。因咧是讲讲学生听，我毋是的，我是资料教互伊啊，互伊家己准备去写讲义啊，去上台来讲互我听啊。虽然讲啊，学生学甲真辛苦，学甲非常欢喜啊，会真正有受用。像我即堂课啊，即、这个有两个人。 足足用起两日诶，即个时间，两工作准备诶，即个工作啊。我用即个方法会当去办复学院，有人伊无老师啊。我即近年来老了来即会讲跌录像啊，我相信会当啊，经出即个十几种啊。 啊，十几种就十几门功课咯。多一个人要学，也著专学一种啊，毋通学两种。时间上好，著是十年。啊，一礼拜讲一摆。啊。我你有六天即个时间去准备啊。 讲两点钟，我甲你做讲评、研究、讨论半点钟，会当啊带一位学生出来，互逐个看下卖古早新制诶方法，甲现在学校诶教学方法来比较一下啊，有记得无？ 这就是教育学的理念，甲方法无共款，目标无共啊！中国传统教育，甲大生活来教育呢，拢是开五为目标的啊！儒家嘛是安尼生啊！我伫抗战期间伫贵州读书。 迄个时阵，老师真正负责任，拢非常认真咧教学。啊，我有一讲伫老师诶办公室外面行过去，内面老师拢咧开讲，开讲虾米咧？啊，对学生诶即个批评啊，某些学生有虾米短处啊，有五声啊，讲着即个，我伫边听着五声啊，你看。 因为是老师，著、就是重视学生啊，爱有悟性啊，伊有较紧啊。无悟性靠记题啊，著是著是基本知学啊，无悟性人毋免记物件。啊，伊听着，就是伊、啊、有伊诶，啊就是、体会。 为诶，令我，那令我诶，亲亲无讲，听我讲起嘛无讲，也把这内底道理讲出来啊！老师啊，重视这个啊，这是真正学问啊，所以基本知识啊，不中意为人师啊，来辨别这个道理、啊。 未安专个即个方法，嗰类方法个传入去呢，唔通可以失去咯。啊，而且真正要用这个方法，人是有成就啊。啊，我有物件是无记本呢，我不敢记这个。啊，所以讲一般教授讲物件已经固电，啊，我也是从来无咧因经嘛，无咧固电。 为什么我不记啊？不记啊！我是凭我出啊，我会体会，我心底提出来做报告，教用大家。啊，我知影这诶，但是对这些无认真。 那个较认真，我现在毋是即款个程度，水平也比这个冠军侪。现在都老咯，袂让个做咯，记低嘛无较早也好咯。现在你着记呢，经常讲个，诶，信愿起名，往生净土咯，这個、要紧啦、啊。 把行拢不要紧，拢是不及之物啊！最紧急的都是念佛求往生啊！最以经专攻一部咯，专教一部咯，其他全部拢放下。啊，各类物件啊，我知影，我了解。 我讲会出来，伊非常有价值。啦。甲西方人诶教学个理念方法完全都无共，人家真正开悟，开悟了后解决问题无局限性，无后遗症，知识袂用呢。 基本哲学有局限，有好几种，所以啊，今日你个当然社会因是袂当解决啊。道理啊，伫即带啊，用著爱用较高。我听你讲啊，女生都三一斤。 太重要，千万毋通去疏忽。来，家己克服家己，下低下健，克服家己，还带难度。来，克服家己，应该放下就来放下。 啊！学佛是要学虾米呢？学清净心，学平等心，学隔离不别，真理不狭，真理不念，这真正学佛啦。唔通这创忌呀？啊，真正听我。 讲出来啊，自然就有意思了。啊，无体验哦，讲的拢是别人的，别人的物件，我会当看，别人嘛会当看。啊、嗯，伊定要讲家己体会到的所在。 而且就是现前，进如罗英所学会所用，我绝对袂去恶意啊。然后不是为别人，为了家己的，因为家己什么？五力助性啊。 这,是真两个这些之内，咱来搁看咱们这注解下面诶所讲诶会喏。 清灰愤怒、三毒之一啦、啊。一时清心就生小婚但是呢，这个小婚万万相不没有一时意，我完不了啊！生生世世跟你颠调呀啊，是可不。 堪言啊，啊万众相会，河山四海，如烟如烈， 巨型大碗，大家若想要知影这代志呢？俺书专书，经公大师介绍，有分的人一定都爱看，因为中国最近一百年。 第一铺诶，好书，英国大师评判呀。即上界好诶，一部书，讲因果报应，讲他上透天。那文昌帝君引之文，一、这个开头。文昌帝君一十七岁做士大夫。 伊啊讲出十七岁诶，弯、啊、弯胸部，就是即段即几句话，最初一时情心，自生小忿。 然后都会冤冤相报，报完啊，无了。最后呢，冤正相会啊，互相杀害，如烟如烈。终胜恭喜读书人啊，拄着福菩萨。 个、啊、这个啊，事实真相，从清楚，从明白，诶分心放下咯。啊，是到天都，即是文昌帝君。啊，古文又是转角即成大弯啦、啊。 这是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，我还是安怎心修咧？对事完结落来，如何化解咧？对事完化解，未甲人啊结缘，人甲我结缘，我也未甲伊结缘，啊，都无不服啊！你互我做的修，我就修，啊，甘心尽完修，无不服诶心。 这个小的了咯，就结掉咯，绝对未起。种这啊农事。下面的怪物如琉璃王、为报蛇王啊，欲击杀蛇将，这个、古这里，这里、个、经常有讲。 啊！三中法疏来对乌，发完朱林来对嘛，应该乌，这是安怎呢？缓缓胸部啊！是看莫留等你在世，你有你王在那大军。 甲世界贸易组即个国家灭掉，何在呀？无去主动，只是看伊个丛林啊，赶紧走出去，毋通搁住伫即个所在。啊伊个丛林嘛，真正。 呃，难得啊，听话，走出去了，走去倒位呢？走去现在后中，西中的南平，伊曼啊，个山下北面啊，北面啊，石桥毛里库来制作，从移民去西藏去咯。现在啊，讲移民。 走去西藏，无个转来。伫西藏落雨咯，西藏啊，现在属于中国最适合摄影、做制作，嘛是中国人。那即个大事发生是发生诶时阵，阮是主张啊，毋通拍战，无抵抗。 尽可能走去，即拢是假人诶，就是朋友互咱看如何化解大冤。大冤毋是讲一时结诶，生生世世都无解诶，愈解愈深。 啊，包括你牺牲者也如怨如念啦，所以讲世间之书啊，经常凡海；这些之世间万般之书啊，何为祸害啊？这谁的,的,的你个太史来写，伊就来太的；哥来写，你哥太也，完不了。 愈杀愈惨，愈杀愈厉害。啊，那是讲今仔日真正不幸，博下第三次世界大战，核武战争、生化战争。 唔管是好人歹人，有结缘嘛无，拢总在遭受即款的灾难啊。整个地球上嘅生物啊，拢总灭绝咯。这是空前嘅大灾难啊！唔是叫即世造成嘅。 也是对历史上千百年以来，对这个小怨结成大怨，对大怨造成大难，无人好啊教今仔日是甲圣贤教育全部拢推翻咯、哦，藐视圣贤。 起码五做宗，你内公高兴先天拢不如我，我今日手头有原子弹啊，哥你无啊？我超给呀、啊，啊新意思。 人有生，必定有死。早死晚死，总是都爱死。这是命定的，毋过是问题呢？死了后尾去到位去著无讲咯。有人死去天堂，有人死啊变精仙。 有人死也变恶鬼，有人死也去对地狱，还有人死啊上天堂。你叫做世界，你无同啊！啊，这个代志，我现在真清楚、真明白，所以我的一心一意，只求降落世界。 其他全部放下啊！你毋相信，我也相信。人个人去个人诶所在。我这六十二年诶，福无白有，总算是有一个结果咯。 啊！如果即个世界上抑有一寡人真正是好人，生生世世大路修善，这功德一定，伊若无应该伫即个灾难当中死亡。换一句话讲，这各这个灾难就未发生。 那世间书想做主呢？家己做因，修福，但是迄个缘，和菩萨心明，得障碍。啊，用佛法的事故来讲，因为家己啊。 也因那慈悲，我嘅誓愿，汇报佛法，只要肯认错，只要会忏悔、会回头，信愿起名，阿弥陀佛，马会摄去啊。伊临命终嘅时阵，佛也会来接引。 猪卑啊，告结束咯。这是咱应该爱学的。会忍耐，咱为什么未当忍？会做会教，咱为什么做未教呢？这运动爱学啊。 啊！记住业因必结恶果，这八条是真理呀。恶因随不立借显現,现有东西，这个人一心作恶，无看到恶报。 过啊，医、这、生、个、过较未歹啊，即个会怎样？因果同三世啊，伊、这、即、个、人医生福报尔当啊，保持着医对生到老未受灾祸，真是背个真高啊！这是、个、用。 正是修学的古报啊！伊现在若死，我不相信死咯。死了后，伊都迄时伊恶报也兑现见咯。伊迭恶道内底，咱拢毋知影。 啊，那么看到伊现在受恶报啊，那估计嘞咧，唐太宗，唐太宗在世无受过报啊，富贵啊，荣华富贵，历史上称是明君啊，好皇帝啊。 伊也是开国诶帝王，虽然第一代皇帝是个老辈，但是个政权是伊啊，爬落来呀，这、就是用武力夺取政权，的确的确真好。 难功力啊，有智慧啊，有慈悲心啊，编一套文书资后作为帝国、啊、学习的标准，啊，是伊帝国诶布点啊，传到现在啊。 我对伊个附体，就明了。哎呀，伊死了后，对七仙岛啦，离开七仙你给我来到领导来咯，领导就是一些死了后，就过对地狱。 军队啊，精神多，而去做人多，是伊自己生的有福啊，要点么好？不止于遐尼惨，但是这乌合乡军，乌鸦队现前啦、啊，乌鸦什么？在处正管诶时阵，拍战太死人太侪。 所以我人问伊讲，你为什会去对地公做地公爷呢？所以一讲是地公爷太冷啊，啊太中国人、外国人，伊拢总太啊。阿简那讲未太冷呢？太冷就要去对地公啊。 所以问他问他说，有人问伊讲，刚刚做国家领导人拢爱对地噶，唔稳、嗯、定啊，无太人，无做恶的都袂去对地噶，唔是讲每一只帝王拢会对地噶，但是呢，开国的帝王，确实大多数拢对地噶个，少太嘛。 啊！也对于地角出来，军师弟要是有功啊，这是我亲身去度着啊，准你万一一班偷军师弟了。 样本子印好了，煮点送去澳洲，迄个时阵我伫澳洲。啊，问有几个人咧？看这样本，看真欢喜。在、那、当、個、时，我林叔诶，小妹也在场。忽然间，从台中蝴蝶信箱伊归落来，攰头卡。 伊讲我是你庶民，啊，阮就知影唐太中复体咯，就请伊坐，问伊讲有啥物代志，伊毋敢坐，伊就跪咧涂骹。那讲伊就是对地狱出来感恩啊，感谢阮啊，咱就印这套书，伊才离开地狱。啊，咱是无伊个。 毋是讲为了伊啊，甲咱啊透出个信息，虽然微有能句非常重要，来讲这博主会通救中国，会通救全世界。若救中国，我是知影，我用一万套流通呢，诶，目的都是要救国家，无想着讲会救全世界。 但是啊，伊我提醒，救全世界，所以我马上就想着我要换作外国文啊，向全世界流通。阿、啊、伊对我非常感恩啊，这是真好个例啊。 这是一部好书。编这本书是伊智慧，伊要得什么？我成先天的教训啊，多少方面的教训呢、啊？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下令我规定，即个大神修职。 对，迄时阵个向顶面去，对三皇五帝一直到晋朝，两千五百年啊，古圣先贤对即个教训，写做文字甲记录来，拢总抄出来，摕来互伊读啊。 以帝国兵天下、就是，都、就是都靠高僧先贤的智慧、高僧先贤的理念、和法、经验，开创了大同盛世啊。 这是咧做好事啊！你看，先有成果啊，有有无啊？伊在地狱咧，那人间的时间几百年了。啊，今年年对咧，才离开。 啊，这部车加好啊！现在这个社会迫切的需要啊，人家车丢了，欢迎流通，上河全世界，这是好事啊！啊！ 净土中诶僧团，无论修经，无好诶版本，是一个真大诶危害。在中国一千多年，一直到现在，啊，年纪老技术，用十年时间，完成诶一本。 啊！不能修经有成本咯、哦，以后还有生团啊，还有流通呢。这部经对释迦牟尼佛高青年无法时期，起最大的作用。以后高青年真正会当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八界。 一生征婚，全靠这部经。啊，诶学生念做经书，六年的时间，六年也是半年咯，身体无好，有病啊。完成即部集资，即、这个大功大德啊！ 非常可惜，无人有认识。啊，国内海外拢有人咧反对。现在人无咧读书啊，无读书的就未当真正的啊认识啊。人讲对人，人讲。 你把人反对，阿都对咧反对，这种作业嘛、啊，做正当的业。我认识，我明白，唔是讲我有聪明智慧，老师教我介绍呀、啊，李老师介绍，特别介绍的几本啊。 伊在台中讲一遍，为家己诶，即个美资本，即本伊互我咯。我伫台中十年，老师著是传互我即个不良受，我欢喜啊！我无学，啥人学啊？ 我无讲，谁人会讲啊？我我一讲讲一讲，甲大家做朋友，做喜欢，这物件真好啊！所以我都甲一切经放下，晚年专攻这部经啊，讲到往生为止。 希望有技有灵，希望有人更加比我佫较透彻，佫较圆满。那祖先因没有善果，专门弘扬这部经，决定得生净土，决定会得到。 阿弥陀佛的加持，这个加持都是现前，现前能所有一切做物拢是佛的加持。那加持来都有不先的呢？无尽恶去忍受的呢？那是菩萨，你可能锻炼啦，你可能的功夫啊。

无悔啊，都汰！这嘛是真理啊！你攻的入侵，王先给了世界品味的入关啊，所有这一切麻烦的人，拢是帮助我提升品味的。 我哪能去怨恨你呢？那不怨恨我都还够感谢伊啊！这拢嘛是真实啊，毋是假啊！啊，经顶面讲，虽不临时。 但因果不虚，国动不相无休息，即句话重要。决定应动不相无休息，内心休息。古文应该相破啊！英文最后一句，应该呀、啊，都爱该呀、啊。 呃，心破了，心破了也都是个看破，众生但知为果，菩萨即为因呀、啊，一点。 那么都要好好个记掉的呀，就终生未歇啊！敢、啊、做恶业，唔准讲做了一有高步，高步现钱呢，又会也是。 袂苦咯，阿、啊、菩萨聪明啊，菩萨知影讲因有果啊，所以毋敢做恶业啊，但后悔。 哎呦，好花个记调！哎呦，菩萨，我定下未记做恶业啊！无论是什么款人，甲咱修了。 伤海人拢总爱念，啊！咱做几项好事，就将来咯。心内会知影，好事为什么做不成？菩不菩萨为什么唔加持？众生无福啊！ 啊！众生做恶业太重，佛菩萨想么加都加不一众生应该都要受这些苦难呢，无可奈何啊！能看会伤心吗？这无办法了、啊。 这是天理呀、啊！啊，这个障爱诶人呢，当年伊嘛有障爱固步啊，毋是讲啊障爱伊著是无固步，毋是有固步的。啊，伊若是有智慧，伊著不做即个孽。 因为这是不行业、啊，啊，不行业，噶即得所讲呢，国动不相依，会有谁？哎，没听喽多安剪诶啊，修理啊，众爱众生。 接受正法的机缘呢？啊，因为古婆呢，肯定啊，生生世世无私啊，家己将来拄着发言，卖互别人障碍，得要弯弯相步啊！啊，嘛、啊啊、是多心多脚，拄未着佛法，是拄未着正法啦、啊。 这是所谓灾难来对最严重的灾难。啊，不文经不闻法，呒呒修行，这是第一个重罪啊！其他罪拢轻，只要听经啊闻法，那饿了全都解决了。 啊，所以讲听经文化啊是偌重要的。每一阵付出时，无一个未讲经的，无一个未教学的。啊，新加坡的好，甲咱实现四十九年讲经说法，无一工休困的。什么意思呢？甲咱讲讲经说法啦，听经文化是。